螃蟹啊，然后，哎，绞个腿吃吃。它寄来的时候还是活的呢，然后等到晚上我直播前，然后它就不怎么那么太好了。哇，这里边肉不少啊，看看老铁们，看，来，来一个人。啥时候买帝王蟹呀？买好几天了。又想自己偷吃啊？又想自己偷吃？啥钱我偷吃过呀？哎妈，真好吃啊，师傅！好吃吧？嗯。我第一口都给你吃了，啥钱自偷吃了？你慢点吃，我这刚刚打开第一个，你吃完了，我再打开第二个，你把那块都吃完了。嗯嗯。